睇港劇嘅人必然都会识哼翻首主题曲。昨晚喺澳门举行嘅无限超越群星演唱会，唔少主角现身唱翻当年自己有份参演嘅电视剧主题曲。阿峰呢个飞吻完美，呢晚大家唔使喺记忆中揾阿峰，而系可以亲自听到佢唱。只是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出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